是一切顺利的话，1000块可以变成100万回来。哎，要不要上我的车？好，谢谢你。他一定是个有钱人。我们自己啊，也冒充富家小姐。我一定要钓到金龟婿啊！我太兴奋了。哦，你们都是富家小姐啊？我是个珠宝商。何日何方复拥吻？谁是谁岂能他等？哎呦！并不怪背后操纵是爱着。